喜欢的人或者对足球的感兴趣，就是可能有点小。想问一下，你对中国足球有什么看法吗？中国足球看法就是，我就是现在我们学校的情况，篮球比赛人特别多，特别多，他们没有位置。我们踢足球，有些人受伤了，没有人来帮忙，真的就是这个情况。对你自己。反对一下，为什么中国的情况这样的呢？我没有答案。喜欢的人或者对足球的感兴趣，就是可能有点少。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经常踢球的时候，人他就想一个人要进球， they are not assist to each other， 他就是自己变成 I'm the one person。 In the football you should need to assist， you should need to help each other， 这些地方可能要提高。